你
你就不要提什么照顾不照顾了。这次送你回乡，一是受领导嘱托，二是三年前你曾帮我安排工作，有恩于我，我不能知恩不报啊。尤其是这半个月的相处，你我更增加了了解和亲近。临别之际，我有很多话要讲，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。面对这残缺的牌坊，我还是来时的那句话，祝福你能成为客气兴隆的状元郎。我何尝不想展现有价值的人生，可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。有那么严重的困难吗？原来指望回家能得到父母兄弟或亲友的帮助与支持，可是回乡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，光凭着我一个瞎子的能量只怕事业难成哦。放老四，想法虽好，只是再找伴侣谈何容易哦。假如找一个没有文化的，等于是睁眼瞎，在事业上对我毫无作用。若想找一个有科学文化知识的，可他又看不上我这个瞎子，难难哦。方老师，你工作积极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但为你众口一词，哪一个不称赞你是个好同志？如今你双目失明，但是青光眼并不影响你风华正茂、堂堂男子汉的气概。我看你呀，一定能找到一个会意人的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你哦！你总是这样劝导我。你，
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Thank you.
你为我受苦，你为我受累，我却看不见你的泪水。你为我受气，你为我憔悴，我却听不到你的后悔声。莫知离了梁山相识何意，莫知你火热的情感有多情，无你的好情深。
心里